在 boss 团。好，老麦，啊，大姐，梁伯奈呢？啊，哎，周代表去省城了，你知道吗？去省城了？嗯，说是要去汇报工作。你们俩关系进展的怎么样了，大姐？你别跟我提的。怎么闹别扭了？他心里只有理想跟主义。没信心了？不是我没信心了，我是觉着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他也奇怪，你说我离他近的时候吧，他躲得远远的。我不理他的时候，跟前跟后的，让人看不透的。这谈恋爱呀，就得慎重选择，这是关系到一辈子的大事儿。我知道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他不知道。傻丫头，他是在跟你玩浪漫呢。浪漫？哼，一点也不浪漫。时间长你就知道了。哎。昨天豹子团说开庆功宴，你也参加了。哼，俩人还拜把子了呢。拜谁和谁啊？周真强跟长官课呀。开玩笑吧？我没开玩笑，真的。哎呀，要么就是长官课喝多了，要么就周真强变傻了。他们俩拉一块拜把子，弄成天方夜谭了。要不大姐，我怎么说我看不透他呢？哎呀，周公子啊。这么说，你跟仇人在一起？是。我真佩服你的定力啊，竟然没有同室操戈。只是没到时候。哎，你爹可不是一般人呐。你们家的油坊，那在方圆百里都是有名的呀。我和他是至交，去年。他五十大寿的时候，我还派人送礼到灵溪，才听说他老人家的不幸。赵官克这个豹子头，他谁都敢杀。师长，我要报仇。那当然，杀父之仇，爱无报的。所以我这次才来找您。你算是找对人了。赵光客不光是你的仇人，那也是我的仇人。您跟他也有仇？当然。这个豹子头，调转枪口打我的，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。我损失了多少精兵强将，早就想收拾他。老吴，这事让你心烦意乱了是吧？猜不透啊。等周真强回来问问他不就行了吗？你觉得他会说实话吗？说是去省城，可结果呢？不像是他呀。老吴，原来罗曼说他这个人琢磨不透，开始我还不信，现在看。还真是这样的。你说，他真的会和杨青山勾结吗？如果是，总得有个目的吧。奸细。他这么一个政治立场坚定的人，不会吧？不会。周振强此行啊。一团迷雾。哎，振强啊，你是贵客，干了这杯。师长您客气了，这杯我敬您。好，按说你应该叫我叔啊，还是叫师长好。振强啊，咱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
竟然跑到一起来了。所以师长，您得来帮帮我。我帮你？你让我去珠江取他的人头？那肯定不行。任强啊，说实话啊，在打仗这方面我没服过几个人，赵观克算一个。是，我也挺佩服他的。所以说呀，赵观克不是一般人，要杀他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这样吧，我配合你杀了赵观克，你来我这儿干。往您这儿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吗？你要是杀了仇人，豹子团待得住吗？虎军待得住吗？国民革命军你更待不下去了。所以你到我这儿来，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师长的好意我心里面，虽然我跟赵观克有仇，但是我不会背叛我的信仰。为什么？杨师长，目前的形势您大概也知道，北洋军阀如决堤之水，一泻千里，北伐即将北上，而将来呢，会是国民革命军的天下。我听着这话怎么那么像策反？不，我不是来策反的。这话我听了不是一遍两遍了。我杨青山不是赵观克，有奶便是娘。湘西是我的地盘，我不会轻易丢掉它。但是，来，师长，